哦，有了，哦，有了，嘿，塔拉伊吗？然后，分类挂游戏名称，分类是哪里的东西？是编辑吗？我其实搞不懂，我老了，看一下下，啊，是这个吗？啊！是这个吗？挖矿买，然后，啊！这个吗？算了，先不要乱按一堆有的没东西好了。这样子应该就行了。这样子有吗？希望这样子有。好，重新再进一次。真的是真的炸的蛮彻底的，我真的搞不懂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希望他不要再搞一次啦，拜托，拜托积累。前几天真的很累，我真的很想好好玩游戏。他这边的提醒有没有多出新的东西来啊？哎，那直接算，他直接算作我没有点到第一个火啊，虽然就在前面而已，其实没啥。墓地平原，OK，再一次，再碰一次赐福，这样让我想到，那这样子赐福间传送的时候到底是，哎呦，他跑好久哦。OK 了，哦，就是之前，我好像也没有碎片，就是了，这 就是之前说的那个这边的独立强化系统，那所以这边是好，显示交界地点。直接多开个，可是，为什么这边变成这样子？还是说是因为我现在在引述的关系，所以没办法看到交界地图？虽然也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就是了，总不会是我资料丢失吧？那就不妙了。OK，首先，奇怪，画面怎么这么糟？Hello。什么飞机？问题是不是好像给他有点多，让人有点讨厌。我是记得刚刚这边好像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放地图的地方。远处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哦，那地方上去吗？拉达果实，奇怪，我怎么发动不了魔法？哦，可以了。对，想说刚刚怎么突然按键没有效果，吓死我！
谁玩呢、啊、你？白肉蘑菇，这现在看得到了没？哦，有了，终于可以，终于地图变清楚一点点了。所以方位是在那里。刚刚娘娘。啊，是本地居民。Hello。啊，我知道你们要打我了。国文废墟。哦。本地居民看起来不是很开心。让我们看看。首先，火影废墟是这里吗？目前只有一块地图位置，只目前只看得到这个部分。所以这样子，我现在可以回去看交界地的地图了吗？哦，有了，正常了。哦，因为我们现在有地图了，反正我们都到这里了，那我们就先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边吧。一轮攻击没办法干掉。不然，大龟猎虎，我这种怪一只还有900多，还有900多鲁温呢！我靠，其实蛮多的，以小怪来说。拉达果实，虽然他们只是小怪没有抓，应该是不会掉什么东西，但我还是希望，有点希望可以有他们手上的这些小刀片呢。基本上说什么可以当做武器的东西都想要拿一把来试试。哎哎哎哎哎，哦哦哦哦，一次解决他们好了。嘿，哎喂喂喂，丢石头，来过来。好吧，这位置不好说，不是那么好算的，直接一点吧。啊，这酒他好痛！酒他够痛的。现在应该用不到中毒的话，提升一点蓄战力好了。大为胡师的制作笔记，我现在解锁了什么吗？看一下。制作笔记是算贵重物品吗？增加如何制作道具的种类，它会增加哪些？大火焰壶。哦，这个，它需要黑火蝶。哦，有啊，有看到，有看到，但是啊，哎，还是我刚刚我又略过了。死亡仪式鸟缩水版，好哦。哎、欸，等一下，所以我是现在才回来吗？真的假的？是吗？完蛋！所以我刚刚自嗨了多久？要
吧，这飞机好像不是很大。哎，这边就有一个伺服了，上面一般不知道能不能上去。然后再来看一下，先点开一下哦，伺服。我应该要在开头的时候就先直接去打那种打前面那只火焰巨人吗？啊，刚刚才显示回来了，真假的？靠呗，干嘞！我靠，所以前面那一段我就一个，然后前面那段也没有画面吗？我哩嘞，OK，那就有点收率了。虽然这个记录档我之后应该还是会传，也是会传到 YT 啦，但反正之后我可能会再瞧一下。哦，有路。这是灰烬的本能。哎、欸，靠呀！哪来的狗？笨狗，你害我好丢脸！看他整只是黑色的，我刚刚根本没看到他、欸，笑死！哎，别，三角靠腰，我在看其他地方啊、欸，小王八蛋！你们有必要对外来者这么不友善吗？放那边不知道炸不炸的、哦。至少可以烫到他们，好烫！痛死了，三小啦！反正现在是逛地图，暂时先以提高续战力为主好了。欸，应该跳不去，跳不过去吧？好，先很小啦。没有，它就只是一个直觉反射哦。啊，我很确定一件事情，这个留言是你没资格，哈哈，我就知道。行哦，褪色者。哎、欸，这么还有东西吗？好，一堆人在上面写东西，他们只是想跳上去写而已。我很确定。跳是跳上来了。啊，还真的可以开啊。理论上应该可以啦，不过我觉得上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借错刀，这应该会是装备，而不是道具。这样，它应该是道具类的，贵重物品吗？啊，不对，我记得现在有个功能，就是第一次得到的道具，它好像会有标示哦。哎、欸，都刚看在道具类那边，应该不会是制作的强化贵重物吧？
像不是呢、欸。远战盾牌头盔铠甲臂甲腿甲护符，总不会是护符吧？看它是个，因为它是护符哦。提升使出致命一击之后的攻击力，哎，不错哎，毕竟我现在是玩暗杀的。也就是说，你只要处决过一次的话，那你伤害会提高哎。哎，还有格斗。那个门是封着的，所以应该不是可以开的。又是用落蘑菇。对啊，我没想到他是护符哎。中间那里也有路哎、欸，我要怎么上去？像我觉得我可能要重跳一次了，如果真的要上去的话。哎呦，又是一棵快乐树呢！哎、欸，有灵体，可以感觉到你们的怨恨一直都在，你们一直诅咒那些人吧。梅瑟莫还有玛丽卡的孩子们，嗯，好哦。虽然预告片的时候就已经感觉有点好像哪里不太对劲了。话说这些算是死难者吗？应该不是死难者对吧？虽然不知道算不算，但还是姑且来试一下好了。很好，不算。哦，会灵活。应该在更近的距离的时候再来。成功。灵魔法、啊，有葛德文方的势力。哎、欸，对，他们用死灵魔法的话，现在应该可以算是葛德文的势力，没有错。一样是黑火焰，快速一点，直接上去好了。我说那塔顶上得去吗？现在才突然想到。好多迷你死之鸟。来来来来来，讨厌！驾月托雷特，哦，可以耶。怎么有人死在这里啊？该不会从这地方攻击火焰巨人吧？这个塔不对，外围感觉上不去。
所以我该怎么到刚才中间看到的地方呢？哦，这里。我跳了这么久，然后结果是血了，恭喜！这个火之后，我们去试试火焰巨人吧。虚影才是现实，所以他们才会是幻影的状态。なるほど。啊，也是呢。比我想的还嗨呀！这放我打的。哎呀呀呀呀！OK，好，不要接近他正前方，这不是个好点子，先跑远一点。喝口水，他又要踢球了。哦，利用一下障碍物。不行，这伤害太刮痧了。来日再战，再见！你们是什么东西？哦，好，等一下，他该不会可以跟到这个地方来吧？那什么，新祷告！哇哇哇哇哇哇！场地轰炸，场地轰炸！炮海哦！你们还会喷火啊？反手剑，哇，这么快就可以捡到第一把武器了。话说刚刚那个地方是，赶紧看一下，哎，拜拜，我下次再回来。不不不不不不不，去。还有一只飞龙，死金鸟倒是很多了，哇！你踢的也太准了吧！你这脚不错啊，喂。作战好，拜拜。好了，哦，那个是那个吗？米凯拉的伺服吗？等一下，应该没有再继续跟着对吧？我可不希望他们跟着跑来 NPC 这里了。幽影树庇佑哦，这个就是用来强化这边的道具嘛。幽影树碎片，OK，碰触十字记号，刻下话语浮现心头，将我舍去的躯体弃置于此。哎，啊，所以它不是一个伺服点，啊，还是说是这个啊，不是。哎，所以它只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字不在这里，哦，字不还长得一样，它的那个只是留讯息用的吗？可以进世俗的桥，确实。哎，你哪位？哦，这一位也是一位女性的。Guided here by kindly Mikala, won't we all? I am Freya. I once fought alongside General Radahn. 过去曾和拉塔恩。You can be sure I'll hold my 并肩作战的，装扮上看不太出来跟拉卡恩有关系呢，虽然有角斗那种角斗士的感觉了。own. Oh, another thing. Did you speak to our dour little friend? 阴沉You'll 男，find more of them dotted about these lands.
They are Mikala the Kind's footprints. If you've yet to do so, be sure to have our dour little friend share his map. 我刚可能还有错过记号。Assuming you intend to trace Kind Mikala's path. Hey. Assuming you. 好，总之我就现在要去找一个阴沉男士吧。不知道要往哪走。这边现在这里看起来有两条路可以选的样子，直观上来看的话，所以那家伙暂时应该还打不倒，先别去碰他吧。嗯，我看看啊。这里有一个隐藏在峡谷间的地方，哎，我想先去这里看看，总觉得这种地方一定有问题。记号旁有，我刚无视到无视掉什么东西了吗？好了原来火焰巨人不止一只啊！吓到鸟了！那是野猪吗？但是野猪它现在看起来有点怪怪，就是猪猪不应该是会冲过来撞人的生物吗？猪猪。好多这种一个人躺在上面这种东西，小动物真多。不要因为他被梅瑟莫烧过就无视他啊！等下，所以他是幻影色调的那种人哦。这是假的。那等下我再过去看一下。那是一只超巨型古龙吗？不对，这不是古龙，那是飞龙。不过超巨型倒是真的。等一下，从这个距离上来看，它甚至可能比那个，它甚至可能比贵瑞尔还要大只，要许我。这跟王城那一只尸体差不多了吧？龙奶奶的老公，所以他是龙阿公咯。缠着绷带的 ，OK， 等一下我去看。我想先看完我刚刚标记的地方。好大哦，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过得去的吗？啊，有一只。就带把弓在身上好了，如果不会超重的话。OK， 还行。哎呦，火焰狗哎！打个一只看看。先下手为强。你是可以对话的人吗？起来嗨！又看起来比较不妙的家伙在呢。你好，安安，送温暖。
嘿。好痛。哦呦！你葛福雷那一套，那一套的是不是？嗯，这样想。再一次。哎。一代。哦，有玛丽卡气势了。拉达冈，哦，是啦，哦，没办法，踩地打地板，然后有东西飘起来，这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就是葛福雷。好，绝对要先把头干掉，然后这家伙我是要弄死他。哎，不是，你怎么直接警戒了？你怎么直接警戒了？大哥，让我暗杀一下嘛！通常是两人几辆的，时机抓不稳，又来，痛啊！哎呀呀呀！黑铁大锤，新玩具，但我觉得好像我看举不动，就是看一下。哎，我举得动哎，居然！忍耐，就这样。而且他可以换战徽啊！执行过黄金树祷告，附加圣属性攻击力时可以大幅提升威力。欸，防御反击会释放祷告。欸，哦，原来是特殊机制武器哦。なるほど。又有狗，盾砸下去比推锤子还要动，老神的。哎，没瞄好。哦吼吼！好了，有营地。我先把狗干掉吧。果然该带把弓在身上。
完了，还踏。先搞掉狗。五秒。抱歉，兵不厌诈。都搞定了吗？帐篷内 OK。卷曲火焰。哦，这是什么武器啊？这感觉像打桩机的打桩机钉子的东西是什么？酷欸。他们东西都直接摆在桌上，我就不能接太，我就不能顺一些什么吗？真是的。明显下不去。他们的营帐好帅。哎，对耶，你这样子一讲话，确实跟那个交界地本身比起来，这营帐高级多了。交界地的感觉就是贫，那种好像就有点贫穷啊。现在想想，哦，不不，对，敬请见证。为什么这地方可以用骨灰？哦哦，刚刚前面那边，哎，所以我没用骨灰就把他打赢了，嘿嘿。对，然后刚刚说这里嘛，红狮子的弗雷亚，这里只有看到一个，他这里只有标示一个 NPC。屠杀时用来刺人的矛 ，OK。就我刚刚，哦，泰森先生，你跟环境融为一体了。三小，关我屁事哦。好啦，我听得出来你很生气啦。When he says our delivery will come, but never will I see your kind as worthy. 哦。And yet, my oath, I cannot overlook. If Mikkele it is whom you would, these are the sights of a cry. I urge you, as long as you abide by his footfalls. 十字记号地图。I urge you, as long as you abide.所以他们就是米凯拉后援会是吧？哦，有了这个角人。哦，这地图好地图哦。有一个在桥的前面，所以理论上这个桥的前面的应该就是我们现在待的这一个吧。然后过了那个大门之后，好像也有一个的样子。那我们等一下先去那边看看。然后桥的对面的森林里好像也有一个的感觉。绷带感觉是个傲娇 NPC， 哎，有那位哦。看一下啊、哦，依照他画的标记的话，桥应该指的是这一个，但他前面指的是丛林，哎，丛林的话。还是说他指的地方其实是这个中间里面。总之，等一下先不要这里，因为我想要先去城门的对面。
然后城门，城门是这一个嘛？城门对面。好，那等一下，我们先往第一个，先往这个方向走。然后第二个有看到标记的地方是这附近，大概是这样吧。又行，你还可以讲话吗？我已经给他拿了，好吧，看来是没有新的对话了。你过来。哦，这边现在其实是空地，我想要来玩一下新武器好了。刚有拿到一些嘛，而且我也举得动。反手剑，反握方式挥舞的曲剑，角人自古传承的武器种类。角人，所以是新的种族。花袍般的攻突刺攻击，独具特色，死角一级。这些是以这是死角一级，其实应该算是以前匕首技能的升级版吧。哦，我两把武器喽！啊，拜拜拜拜拜拜，到嘞，接个电话。嘿，行吧噻。哎，刚刚的声音是那个手机铃声，因为之前那个换了新手机之后还没有改那个，就是前段时间刚换了新手机。啊，那个冤妈交代我一些事情，所以就那个接一下电话，嗯。错哎，这招也可以充当位移技使用，我喜欢这招。哦，而且重点，我装备这个武器的话，我重量也还可以维持在轻。好像主要还是得先附魔，跟要玩防御反击这样子。我还要捡到什么？好像暂时就没有先捡到什么东西了。话说不知道这次有没有什么新法杖。对，暂时先换回匕首吧。不是。拜。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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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好多，怎么都是这种人？哎，他们都在丢石头。好了，我知道这边的人很讨厌黄金树阵营啦，但是准确来讲，我也不能完全是黄金树阵营吧？大概。哦，看到了。哦，你在拜什么？前面那座神。你又是哪一位？影术碎片。哦，对，等一下可以升级一下。
Ansbach. 安帕赫。啊，蒙格。But now, like you, another soul guided by kindly Mikola. I'm hardly the steady hand I once was. My fighting days are far behind me, which is why I have chosen to dedicate myself to investigation, to discern Tender Mikola's ultimate purpose. I'd rather not volunteer service to a new master unless I know that I can be of use. 影帝百世，诶。六个与这个相同的记号，代表某种事物的墓碑。哦，哦，他好像只会讲一些简单的话。哦，他就是个商人，受封印的灵魂气流。哦，这个我有先看过一些资讯。腌制干，哦，就是更好效率更好的嘛。腌制老龟颈肉，好哦，那我先买个这个好了。啊，等下这只是，糟糕，这个只是。这个是消耗品的，不是制作那个什么，不是制作清单呐、啊。弩箭、大箭、箭矢，这位仁兄直接卖无限，可以直接在这边做补给呢。I like finding 准备东西很快乐。Lady Letter, her allies, and the forager. 集物虫。Things bring joy to all. I like for you.哦，我喜欢这家伙，他好可爱。拜拜。有后勤了，耶！灵辉庇佑跟影树庇佑。消耗灵辉可以加强灵辉庇佑，接受灵辉庇佑能强化召唤灵魂与灵马的攻击力和减伤力。哦，这算是有效范围仅限于幽影之地。哦 ，OK， 所以我现在没有灵辉嘛，我现在只有影树碎片。哦，速度虽然不足，现在加二的情况下，我可以在哪里看到？比如说我能不能看到它的补正效果到底是多少之类的，然后刚刚这个标记还没有看过。将我部分躯体弃置于死、嗯、好像没有，好像也还是没有特别讲些什么啊。对，然后刚刚月妈的那个电话，所以那个咱等一下可能还要出门一趟了，所以可能最多可能11点半左右的话，可能就会先下播了。不过下午会继续玩就是了。嗯，对。然后虽然上面门看起来是关着的，但我们还是再去看一下吧。哒啦哒啦哒哒哒。开门。哎，真的可以开啊。对的，终于有攻击能力了吗？应该只是强化他的减伤之类吧，骑马战的时候的伤害之类的，应该不是托雷特本身。哎呦，天哪！哇哦，哦，直接进战斗状态了，下课好。是个神庙的感觉，我蛮喜欢这里的风格的。话说刚刚是不是？哎呦，那个
那啥，几年前的某个电影。哎，这么怕火、啊。过来 ，bang！ 真多吃哎、欸！那部电影叫什么？那个。反正就是在一个墓地里面，然后有很多陷阱啊，就是常常那种经典陷阱，就是那种放一下就毒蝎出来那一种。是叫夺宝奇兵吗？还是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啊，灵慧庇佑哎，真多只，那是真的蛮多只的，毕竟他刚喷蛮多的。好，我猜有人在这边写前有隐藏道路，我就知道，然后是假的，怎么我都知道。幽影之地卢恩，哎、欸，啊，在看东西啊，真是的，哎、欸，也太多吧，哎、欸，不对，还有几次啊？这是无限的吗？哎，可是我，哦，没事，对我杀人会回血。个十百千万，哇，才二而已，就一万了，哦。亮亮的，好啦，还是会想要走进去打他一下，真是的。也太多了吧！哎，又一只大的，小探探，小棍棍，来，好，一来我射的还挺准的嘛，二来这么怕火啊！我们关心点泡泡 ，OK， 好哦。刚刚的讯息看一下好了，前有伏击，右谢谢这位大哥或大姐，随便了。我要去给他一个好评。我也来留个讯息好了。看一下哦，加个动作好了，我比较喜欢加个那个加个动作。行屋嘛，那工程小啊。狗好哦。
突然有 BGM。塔之镇贝瑞特，你是谁？好了，我知道你们很伤心了，我就不闹你们了。这边有办法直接开吗？好，我就知道不能从这一侧打开。经典讯息。对，刚刚有拿到灵灰嘛，顺便强化一下好了。前有很帅的恶兆骑士晕了，哪里？哎，我刚到底拿到多少个灵灰啊？我刚刚也是拿了这么多吗？姑且只有一个战斗。他们手上拿着特殊的匕首。天乌马，天乌隐藏道路，嗯，七八人。哎，又不能，好哦。上面目前看起来没事，也就是说只有这一条路咯，还要更往前哦。OK。这里是不是？嘿，痛！一对，哎，伤害真的好高哦，真是的。抱歉啦，你们就先成为一下血包吧。活了，哎，够，距离不够。痛！哦，好，只是单纯水太脏而已。我想到它里面是有道路，不然它怎么躲进去的？真的痛死了！然后每次魂系游戏玩一玩，其他游戏的小其他游戏的怪打人就像刮痧一样。不对，这边要小心一点，带柴刀的很不好，不太好搞。
音啊。魔力现在蛮充足的，你就来一发吧。嗨，哎呀，没撞到。算了，直接动手吧。十色石，前面需要钥匙，以右为目标。简单来讲，就是下去了，现在下去没有用，所以应该要先往这边走的意思吧。我就相信他吧。哇哦！好的，好，我以为那个树可以挡住。哇，天啊，认真。比较希望可以炸死后面那家伙。配合攻击。梅瑟墨火油脂，魔法有个螺旋，现在祷告也要来个螺旋。对，蛮期待这次有什么新魔法跟祷告的。怎么有人挂了？是不是？啊！你们好烦！早该这么做。刚刚如果是直接先冲过来对付这家的话，就会后面这只铁定会站起来跟着帮忙打。你以为我玩几年黑暗灵魂了？被这些小兵砍一刀倒过，真的有够痛哎！出手比较慢的那几只还好说，但上面有个刺。那我先慢点搞这里好了。伺服先点开再说。好啦好啦啦，话说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好。那就
OK， 早上的部分先暂时先这个样子好了。那剩下的部分下午才会继续玩。哎，不会不会辛苦。说实在的，前面吐腿那一下，我倒是紧张了一下，就是了。妈的，累这么久，终于可以玩游戏，给我搞这一出。好啦，那早上记录档我一样是，反正早上跟下午的记录档我一样都会传到 YT 之后。那暂时就先这样，事故有点多，是蛮多的。好啦，那剩下来的就下午继续啦。那大概可能大概吃完饭一点多左右，我可能就会开始了吧，估计啦，大概。OK， 那先这样，咱就先去办点事情啦。那就我这不急，先休了吧。